音准你都唱不准，唱的不好就是不好。哎，这话跟你说的好像我还真的唱不好了一样。我跟你讲，不是唱不好，关键是我不敢唱得太好了呀。如果我要唱得太好了，那你们几个往那一坐，那这脸还往哪放啊？不行，那今天我用邓丽君的声音唱一首你的歌曲，行不行？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主动要掌声，来来掌声，来。好，下面的节目叫做请你欣赏，免费再送你一首，你就细细的听，慢慢的品，看我最后一句的高音是怎么上去的。来，乐队开始。黄昏我站